陈洪强弟兄安息礼拜，2018年10月7日晚上7点，九龙殡仪馆。感謝讚美主，周五家咧前一日嚟到就喺家園和中嚟咗28个人，哇！一落車嘅時候即刻攝影嘅攝影，啊執嘢嘅執嘢，打掃嘅打掃，嚇、啊、幫手打啲飯菜俾弟兄姊妹，好快咧成為一家人，真係好感謝讚美主，榮耀歸俾主嘅。但係咧今次好遺憾喎，就係、是、咧我哋今次仲有家人冇時間去同弟兄姊妹一齊去跑步啦。但係唔緊要嘅，機會嚟啦，我哋咧喺明年3月17日啊，大家 book 定機票放定假啦嚇。明年3月17日咧，我哋有嗰一個馬拉松嘅活動啦，邀請大家一齊嚟同最後一家人為愛而跑，等緊你，期待大家見，拜拜。老婆老婆，吟首詩你聽下咧。山盟海誓食西瓜，風雨同路只有他。一生能共手牽手，白頭靠倚樂悠遊。唉，老公，你唔好咁老土啦，不如实际啲，请我食下饭好过啦。我知道教会家庭事工搞咗个你龙我龙情龙晚宴，早鸟优惠每对夫妇都系600蚊咋。如果到10月21日就要收翻正价800蚊噶啦。咁我哋去边度报名啊？要在教会的办公室俾钱先至作准噶，因为我知道佢哋净系收25对夫妇噶咋。11月17日3:30至9:30，沙田丽豪酒店约了你。喂喂喂，老公，我仲知道啊，分享嘉宾请咗刘志山牧师啊，我哋快啲报名啦！咁正，一齐去啦！去啦去啦去啦！由10月7日开始，在2楼礼堂外面，我们会有建堂筹款活动，我们借一架，可以一起来喝咖啡，一起相聚分享，大家一起来支持啦。弟兄经历神营会预备会在今日下午2:30，303室，各位参加了的弟兄必须出席。拍一拍，牧养冇失策。弟兄姊妹，你每一次用八达通点名，都帮助紧教会嘅牧养发展。记住拍卡啦！香港，然后差不多是漂洋过海的过来我们这边，但是还依然能够因为神的爱，因为神的爱把你们带来我们少数民族的学生当中。我觉得真的是，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，真的是很难做到。看到的爱不是能看到的，是用去感受到的。通过这样一个余会，想让我知道这个就是他的旨意所在，让我去好好的去更加的去装备自己。2018年度学生夏令营已经在8月圆满结束了。12月份会再次有短宣队出发前往探望学生，密切留意日期和时间，欢迎各位参加。今日散会后会有少数民族学生义卖，请大家鼎力支持，帮助农村贫困家庭。多谢大家。
嚟紧呢个星期 A 九一一祷告会为到香港嚟到祷告。今个星期我哋开始睇哈该书，早祷会会喺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7点钟喺地下荣耀楼举行。